感性，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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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性。就要做董事长，唔然花袂出来的人，佫伤害无辜的人。你这款的人，无资格做业界子孙。谁讲的？谁讲的？这个业界，付出上济的人就是我。大院之后，今日的升迁，这拢是我的功劳，我叶三宝的功劳。你若无把大院之后董事长这位置放给我，这是你的问题。叶三宝，你今日到这个态度，跟阿妈讲话，那就是阿妈的问题啊！不管是你、少强、志成，世界的拢同款，另外一个世界的，拢无必要搁让资格做业界子孙。大哥，不管你的能力有外好，啊，不过你的所作所为。拢你无资格搁做业家人啊！而且你身躯顶流的根本就唔是业家的血。蔡伯林，你讲啊！少峰是我的后生，叶少峰，你还有什么话想讲？啊，少峰不是业界的囡仔。蔡某人，你在后面讲啥？你知影你讲一句话会害死少峰的。我袂调啦，病院内底我甲少峰的 DNA 检验报告。少强一个齿音也能查出来。你假！你这报告爱偌济就偌济，我搞收你去啊！混球，你点点？小强，谁做你三个人来做伙？最简单来讲哦，就是大哥想要造反，啊，惊我甲伊走出来乱，就派俺哥甲阮留伫咧病院。啊，不过现在脚手无够好，就换我甲阿姨甲伊压出来。我叫你离阮业界的人较远嘞，你把我的话当作耳旁风。啊，我问你少强人在倒，你讲伊红框你，啊，结果阁不是安尼。妈，你现在是亲戚的少？我自头到尾一直拢是亲戚，我讲我心意性的错乱。那是假给你看的，我就是要看卖，看你还要变什么鬼？想袂到你一届过一届来乌白母。你为着要做董事长，我本来是要给你面子，等宴会结束再来处理。想袂到你为着要掠权，跟你妈妈在我的背后做这么多袂记性的代志。我明明知影你是蔡某人的囡仔，我一定给你机会，爱你回头。我把你当作是我的孙，你有珍惜咱的马顺情无？阿妈，你早就知影。是啊，你都知影，我一直等无少峰回头，我的心唔甘定。阿妈，我知影唔对，
你讲，你是倒位唔对？我不应该分配业家，我对不起业家的公妈，我不应该交给外面的人，我辜负阿妈对我的栽培，我对不起姑妈妈对我的恩望。我不应该对阿哥不敬，我不应该对阿姨阿哥少想出手，我爸不应该跟志成相识，我不应该伤害无辜，我改心，我改心。我甘心，我甘心，我甘心，我甘心。有一点你无讲到，你上对不起的人是你自己。